两个颜色，我现在身上穿的是米白色吗？对。哎，这个有一个小心机，你知道它是可以有一点拉成，就是小露肩的，对，就是有点小露肩的感觉也 OK， 因为它本来就是做这样子平行领的，大的这种宽的平行领感觉。然后还有一个，这个是咖色跟黑色，深咖色，然后还有一个是黑色。我可能会买个两色，然后就是可以替换穿，就是配浅色或是一身一浅啦，一身一浅我觉得很好搭。因为你看，像我现在身上的德文裙，其实黑色跟咖色的都可以搭。它这件给你们看一下，它下摆其实有做一点小小的螺纹收摆哦，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放出来的女生的话，它其实放出来穿还蛮好看的。我刚刚有在固定说一定要偷找一下镜子，对，看它是这样子的，就稍微有点腰身的感觉。那你可以落肩，它可以自然的这样落肩下来，然后带一点小腰身这样子，你可以把它整理一下，对，这样子就很好看。对，这样子很好看，很有女人味的感觉，有点小性感，小性感。对，然后搭着短靴，浅色的短靴，或是刚好咖色的短靴，你就可以配，很好看。